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我接到黄国伦老师的任务，希望我可以为盲童们念一首诗。然后我接下来要念的诗是我以前最喜欢念给我女儿听的，它是骆宾王写的《咏鹅》。鹅，曲项向天歌，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。然后我希望接下来陈建州还有阿雅也可以加入这个有意义的活动。